媽咪，阿仔，媽咪啊，媽咪，媽咪，係啦係啦，媽咪唔會走咗去噶，心平都唔會走咗去噶。走了十几年，连电话都冇过。咩事咁大不了啊？就算唔打电话翻屋企，都可以写几只字报平安啊。唔记得啊？系你讲我扯噶。个阿妈唔会发脾气，系我系赶你走，我就叫你要生性，唔好行错搭错咯。你有听我讲？咁结果咧，我坐监，我抵死啊！我坐咁耐，有冇探过我啊？啲人，你好憎我啊嘛，成世都憎啊嘛，系咪啊？呢十几年，你去咗边？四周围行下，睇下咯。唔喺香港就冇乜所谓噶啦。走先。咁如果我叫你留低咧，你会唔会留低？呢度冇嘢值得我留低。翻嚟做乜嘢啊？我问你翻嚟做乜嘢啊？你睇住你妈。你要见呢个人啫，呢个人失踪咗十几年噶啦，
根據香港法例，一個人失蹤咗七年，你可以當佢已經係死咗噶啦，根本唔需要為呢啲人傷心。由你由差館去到冰室嗰刻，佢有冇同你講過一句説話？佢有冇望過你一眼啊？佢根本就係當你係透明。你是誰啊？我不是你的兒子恆植了嗎？我為何會在這裡？你究竟是誰啊？媽媽你說什麼？我要下車啊，讓我下車啊。媽，你去哪裡啊？危險啊，馬路來的，你去哪裡啊？做什麼啊你？我要找我兒子啊。你冷靜一點吧，媽，你做什麼啊？做什麼叫我做媽？你不是我兒子，我兒子是心平，我要找我兒子心平啊！媽，你企到先啊，冷靜啲啦，好唔好啊？捉住我啊！做咩啫？我要找我兒子心平啊！好，我同你找你個仔啊！真係？你肯同我找得心平啊？咁你知唔知你個仔喺邊啊？心平喺邊？媽，媽，媽！你是朱鳳儀的兒子？是啊，醫生。病已經醒了，暫時沒什麼大碍。不過你知道他有腦退化症嗎？最近看醫生才知道。這個症初期很反覆，慢慢會持續惡化，你要有定心理準備。其實有沒有什麼藥可以幫到媽媽？這個病暫時沒得醫的，藥物治療只可以延緩認知功能的減退。除了用藥，我建議你多些跟病人溝通，多啲陪助運動，聽下歌，又或者出席多啲社區活動，咁樣都有助減慢佢身體機能嘅退化。總之要擺多啲時間同精神去照顧佢，唔好俾佢受刺激。陣間我會開埋啲藥俾佢，同埋幫你轉教佢轉科跟進。OK， 唔該曬醫生，唔曬氣。媽。听医生话我头先晕咗啊，有冇吓亲你啊？少少啦，头先喺架车度以为你系瞓着咗觉，翻到屋企闹又拍极你都唔醒，先送你嚟医院嘅。对唔住啊！傻啦，唔好讲埋啲咁嘅嘢，冇事噶啦，可以走得啦。食早餐啦！早晨，早晨。昨晚咁夜瞓嘅，今日咁早啊？老人家唔使瞓咁多。你啱啱先好翻，早餐呢啲嘢等我整咪得咯。我冇事喎，唔使大驚小怪。啊！你話而家啲後生啊，唱乜鬼歌啫？咬字又唔清晰，冇嚟感情嘅。咁啊，咁識彈人嘅，好似好有研究咁噃。唉，使乜講？我近時喺大笪地賣糖水啊！啊，有個女仔唱歌真係一流，聽出耳油噶。我哋好姊妹嚟噶。後來我有個鋪頭，我周不時翻去捧佢場嘅。不過有一次翻到去，佢哋話佢冇唱，走咗，冇咗聯絡。冇留咗電話咩？係諗住日日都見住啦，點會留電話啫？不過都算啦，咁耐唔見。就算再見翻都唔知有咩傾，懷緬過去常陶醉，今日仲好。咁我真係好希望有一日阿媽你可以同你個好姊妹合唱翻一曲。做咩啊？哇！哇！乜鹹成咁啊？哎呀，唔好食啊，唔好食啊，太鹹冇益噶。我梗係落完一次鹽，又一次鹽，
可能仲多一次言添啊！哇！喂，系，好啊，我转头过嚟，唔该。点啊？做嘢啦？嗯。啊，妈，我同个姑姐讲咗，叫佢有时间多啲上嚟睇下你噶啦。如果铺头冇咩生意，就早啲闩门啦。开过你把口啊！就我铺头冇生意。妈，今日啲炒面好得。系啦，唔使卖口乖啊！总言之咧，我就算系唔记得晒所有人，我都唔会唔记得你嘅，乖仔。嗯，我出去啦。嗯。嗯，記住啊！有啲咩事打俾我。好啦，拜拜。小心揸車啊！知道。